这里是广州市黄浦区大吉沙岛的龙平试验田，在三月份迎来了它的第三个春耕生产季。这些金灿灿的油菜花在春耕时也算完成了使命，将被犁进土里化作春泥。2020年，袁隆平院士亲自选址黄浦大吉沙岛，建设了近千亩的试验田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智慧农场，这里正在进行无人化农场春耕作业演示。春耕正在进行中，我们期待之后的收获时节，这里又是一片金色田园，稻谷飘香。